大家好，我是阿佑。很多人不知道三色激光的散斑是什么，还有想看看三色激光配增益幕散斑会不会爆炸。为了减少大家的折腾啊，那这期我专门挑选了很多散斑明显的片段，上期视频也已经给大家对比过了。上面是美式的旗舰，下面是时光的 6.0 幕，然后稍微调整了一点点相机的光圈，相当于人眼放大了瞳孔。现场实际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幕我实测最大有12倍的亮度提升，但时光只宣传了6倍，因为宣传6倍都没有人信。之前 2.7 倍增益150寸下亮度就已经超过电视了，别说是12倍了。不过没关系啊，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头铁，是多少咱们就说多少。之前一直说找时光要一块150寸的小样，纯属是开玩笑的。现在手上这一块是找他定做的106寸，时光也是我认识了很多年的爱好者，加上之前别墅哥那个事人家帮了我，所以我也是做个视频帮他证明一下这个幕确实有这么猛啊。包括之前土狼尬黑我， GC 和飞球也都做视频教土狼技术知识是吧，一直都没有感谢的机会啊，非常的感谢。本来也是想着做完拆成小样送给大家体验的，时光说可以做一个不用安装的100寸小样，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体验。想了解这个幕布更多缺点的，也可以看我这期幕布选购指南。就像三色激光的散斑缺点一样，我已经说了不下10期了，有时候不重复提就会被喷，毕竟再不好也还是自己会选择的产品。咱们这个视频只看实际的效果，常看的电影、音乐、明暗片段、在线视频我都拍了一些。因为亮度高了12倍啊，散斑也会被放大12倍。上面是普通幕布的散斑情况，下面是放大了12倍下的散斑情况。不少场景下三色激光的散斑和幕布的竖纹还是很明显的，大家可以多云体验一下，建议用大一点的显示设备，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。Humans have asked us to play by their rules. Well, the rules have just changed. Human beings, bunch of backstabbing weasels. Hound, find your inner compass. Loyalty's but a flower in the winds of fear and temptation. What the hell are you saying? It's a haiku. Cut the crap before I drop a grenade down your throat. Try it. You'll be dead. Oh, please pull it. Please do it. You know what? To save us so much time.この世界は僕を飼いならしてたいみたいだ。望み通りだろう。美しくもがくよ。互いの砂時計眺めながらキスをしようよ。さよならから一番遠い場所で待ち合わせよう。辞書にある言葉で出来上がった世界を憎んだ。万華鏡の中で8月のある朝、君
してみせたこの世界の教科書のような笑顔で I'm afraid